Hello，我是阿金，欢迎来观看 Witch 的游戏影片。那 Witch 不是女巫那个 Witch 哦，是 Witch 玩的那个 Witch。看恐怖影片学英文，Awesome！这个游戏进来没有开头动画，也没有什么画面哦，它进来就已经在门口那边了。上下左右走路，不能跑，什么都不行。键是开柜子，开箱子，开东西。靠，这滑鼠速度好快。右键是蹲下。我现在的职业是一名勇者，到处翻箱倒柜。这什么？厕所？哦，有钥匙！Fuck！这个门上面有一个爱心，但是不能进去。我的钥匙，我有钥匙哦。钥匙是写什么一号吗？还是一个孔而已啊？小跑步上楼。一号门。哦，原来钥匙上面有标号码。可以出去吗？靠背，头上还有个钥匙，随便乱点点到了。我的滑鼠一直在乱点了，一个人加一个钥匙等于开门，不等于钥匙加两个人，什么意思啊？只有一个人能出去吗？这边还有另外一个人，没有东西。我现在拿到是二号门的钥匙，这个吗？他不会动这什么东西？他身上有一个爱心的缺口，然后没有头。什么鬼啊？他有出口的钥匙，他那个钥匙上面好像写 EXIT，他叫我看什么？钥匙等于头或者是爱心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只能选择一个的意思吗？我只能选头或者是选爱心这样子吗？尸体，哦，尸体的内内站，这边有什么东西吗？靠，发生什么事情啊？不见了。稍微探索一下，头上说不定有钥匙。角落，这什么？水管工。我现在拿这一根，应该可以去把那个厕所的水管转开来，然后拿刚刚掉下去的钥匙。哦，这个家伙会闪现的。是哦。这几号？三号门。接过，谢谢，接过。那个尸体会一直跟在我后面。我现在只要一转头，它就在我后面。你们相不相信？是哦。三号门。翻箱倒柜，钥匙，哦，这个是头的钥匙，然后这边有，哦，原来我碰到它会这样子，会出现画面。作者的名称，用了什么游戏引擎，然后什么插件，那应该只是个资讯而已吧。稍微搜寻一下角落，头顶没有东西。这什么？哦，还有一根钥匙，头的钥匙跟爱心的钥匙。哦，我懂了，靠，
意思，这个图的意思就是我现在只能选择要他的头，或者是要他的心这样子啦。那我先选头看看，我不能两个都选吗？什么鬼啊？呜呼！头在马桶里面。接下来呢？我不能点啊，他的头我不能点。现在怎样？哦，靠！你要让路让他进去捡啊！你挡在那边，他进不去。指挥艇组合。现在来，哦，他已经在试着出去了。不会吧？门关起来了。不会吧？他理解了那这个图案的意思了。他拿刀出来了，我出不去。不不啊！哦，靠！为什么他有刀我没有刀？靠！这算是坏结局吗？我应该选他的心才对啊！不不不！我已经死了！住手！你这个混蛋，住手！需要刺我那么多下吗？我已经死了。哦，后面的门开了，靠！这次我拿到了爱心的钥匙，然后我要选择他的心，看看结局是怎么样。心脏的门，原来我在厨房听到那个心跳声音是他的心跳，让路让他进去，还要再组合一次吗？现在嘞？传送。哦，我听到他开门的声音了，他已经在那个房间里面了。门又关起来了。他没有头，他可以看得到图案。他的内内有长眼睛。现在怎么办？不会吧，又亮刀子了！哦，拿心脏是好结局啊，他会牺牲自己，然后让我出去这样。靠腰，这个不是恐怖游戏吗？怎么感觉有点可怜起来了？够了吧，够了，不要再刺了。住手！为什么都要刺这么多下？升天了，耶 开门了。OK，那这个游戏 Witch 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，大家拜拜。这什么鬼东西啊？